呢一隻歌，呢隻歌二重奏，你哋嗰度有冇寫？有冇寫 A B 啊？有冇寫 A B 啊？即係第一行係 A， 第二行係 B， 有嗎？啊？聰明嘅你睇。唔使嘅，而家話俾你聽嚇。A 咁啊，當然啦，和弦啊 ，A 就係、是。A、B 是一起吹的，所以我們練之後要分組。當然了，每位同學都會有機會，有些同學會吹 A、B， 有些同學會吹 B、A， 是吧？即是 A、B 和 B， 是吹 A、B， 這樣都不明白，你吹 A、B， 你吹 B、A， 那就是夾歌咯，那就是他吹緊 A， 你就吹緊 B 咯，你吹緊 A， 他就吹緊 B 咯。啊！呢只歌我唔希望聽到有 grab 嘅情況。呢只歌我練你哋嘅 CD。聽我吹先 ，A 部分先，即係第一拍先。係唔係？係第一拍，但係佢裏邊有一二部分啊，留意。